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又系我 DSE 数学联盟，咁啊继续嚟到我哋嘅最后温书系列嘅第四集啦。咁啊，如果冇睇过呢个系列嘅同学仔咧，咁啊简单介绍下啦，系啦。咁呢个系列咧就系会同大家重温翻一啲中一至到中六你成个中学生涯里边学过嘅一啲数学定理啦，或者数学公式。而呢啲数学定理或者公式咧系平时比较少用嘅，咁所以对于绝大部分嘅同学嚟讲咧，都会相对嚟讲陌生啲。咁啊呢个系列咧就会同你重温翻晒呢啲比较陌生嘅定理，咁等你咧去到考试嘅时候咧就。唔会因为唔记得咗某啲定理咧而影响到你发挥啦。OK， 咁今日咧就嚟到第四集，就会讲下三条嘅公式嘅。咁呢三条公式咧同 cycle side tangent 系有关嘅，咁啊系关于呢一课书嘅。咁呢一课书咧。我寫出嚟你就會即刻醒起㗎喇。嗱，我哋曾經學過一課書呢係叫做嗰啲三角變換啦，即係譬如話 sin90 度減 theta 呢，咁啊老師應該教過大家點樣拆啦，係咪？咁啊呢個會變成 cos theta 嘅。好啦，咁啊譬如cos 啦，呢個叫做180度減 theta 咁樣啦，咁呢個呢就會變成咗 cos theta 啦，不過佢係要負嘅，因為 cast 嘛，佢而家喺 s 嗰格嗰度，咁所以佢要負啦，各样各样嘅，今日有好多呢啲类似嘅公式咧，系大家有学过嘅。OK， 好啦，咁但系你话哦，咁其实我都识啦，咁你想重温啲乜嘢咧？咁样，咁啊喺呢一课书里边咧，其实佢考得最多咧，就系刚才我提到嘅呢一类嘅公式。咁但系有三条咧，好神秘嘅公式，其实你系好耐以前咧，老师应该有教过，咁但系咧平时系极少机会用嘅，所以咧好多同学仔都唔记得咗佢哋噶啦。咁呢三条公式系咁样嘅，就系 sin 负 theta。cos 负 theta 同埋 tangent 负 theta， 咁呢三条公式如果就咁摆个负 theta 落去，会等于乜嘢呢？咁啊，以前中三咧应该有学过嘅，咁但系咧，即系我谂好几年里边咧，大家同学应该都冇用过啦，系啦。好啦，咁啊呢个究竟会等于乜嘢呢？其实就有少少似将个负抽咗出外边咁样，呢、這个会系负 theta。OK， 咁至于 cos 嗰个咧？就好似直接將個負消失咗咁樣，變咗做 cos theta， 就咁 cos theta。咁 tangent 嗰個咧就同 sin 一樣，就會抽個將負咧抽出外邊嘅，變做負 tangent theta。即係簡單啲講 ，sin 同 tangent 咧就好似抽咗個負出外邊咁樣，變成咗負 sin 同埋負 tangent。而 cos 咧個負就好似突然間消失咗咁樣，就變咗做正常嘅一個 cos theta。咁究竟點解會係咁樣嘅呢？好神秘嘅呢三條公式，點解啊 ？sin 同 cos 就抽，唔係 sin 同 tangent 就可以抽出外邊，但 cos 個負就硬食咗去消失咗咁樣咧？嗱，咁其實咧要糾正一樣嘢先。sin 同 tangent 嗰個負擺外邊咧，其實唔係因為抽公因子咁樣抽出外邊噶，呢個唔係咁樣嘅原因嘅嚇，係另有原因嘅。咁而 cos 嗰個負咧，點解無啦啦會消失咗咧？都係有佢嘅原因喺背後嘅。嗱，我哋喺隔離咧畫翻呢一個表先，叫做 cast。好啦，嗱，咁然之后咧，我哋对翻啦，究竟乜嘢叫做负 theta 咧？嗱，你话180度减 theta， 我明啊，180度咪喺呢条线嗰度噶嘛，咁啊180度减一只角噶嘛，褪后翻啦，去翻 s 嗰度啦，咁我明啦，系咪？咁乜嘢叫做负 theta 咧？其实所谓嘅负 theta 咪就系0度减 theta 咯，零减 theta 咁咪负 theta 咯，系咪？咁0度喺边啊？0度喺呢一度噶嘛。在这条线那里嘛，是不是？那平时我们数开那些 theta 呢，就是会逆时针这样数的，平时啊。但是负 theta 的意思其实就是叫你倒转去数，所以其实就是这样数个 theta。那这个就叫做负 theta， 就是相反方向这样数啊。所以其实所谓的负 theta 就是零减 theta。那零减 theta 在哪一个那个象限那里啊？其实就是在 C 那里咯。因为你零度跟住你倒扣返少少嘛，咁其实咪就喺 C 嗰度囉。好啦，所以谜底揭开啦。点解 sin 同 tangent 呢个负会弹咗出外面，变咗做一个负数呢？咁係因为 sin 同 tangent 喺 C 嗰格嗰度係负数嚟㗎嘛，咁所以 sin 同 tangent 呢度咪要摆负囉。咁但係 cos 喺自己个地头喺 C 嗰格嗰度 ,cos 係正数嚟㗎嘛，咁所以 cos 负 theta 咪等于返正嘅 cos theta 囉。咁所以成件事就係點解 sin 同 tangent 外面有個負啊？唔係因為抽個負出去，而係佢哋而家身處緊喺 C 嗰格，所以佢哋要負。咁而 cos 就係因為而家 cos 喺翻自己嗰格嗰度，所以 cos theta 係正。咁成件事就係咁樣解釋啦。好，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如果覺得呢個系列幫到你嘅話，咁啊記得唔好吝嗇，俾個 like 我啦，同埋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咁我下集再出片嘅時候咧，同學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好，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